去首发六八，对，嗯。好啊，好啊，嗯 ，OK OK， 嗯，谢谢，拜拜。冰箱是你的客户哦？不是啊。他后来为什么他都问我说，哎、啊，那我之后要找谁？是不用找刘先生的？刘先生是业务啊。他说为什么他要找你？因为刚才是我接电话、啊。他以为要找说找你。他现在没有跟大志啊，他网站打电话找人做，在台湾。他已经找别人做了，是吗？已经做好了，然后直接想办法把它自己写，自己的忘。等一下，照你讲啊。快到我后台，我在录。然后现在就是问说有。那买起来跟他说他减肥啊。嗯。因为他别人帮他做的，他搞忘记了去了，可以吧？这出来就这样。然后就要建议他不要。我也是这样。我本来是想要洗他，就是说叫他把画面给我们发上。哎，他说我哥打给他。喂。那你可以先确认一下确定的画面啊。那我是。刚才修改好没？小爱，嗯。不然我这样子来回我很麻烦。是啊。而且之前那个按钮，按钮是他说叫我卸，然后我就觉得还挺准，因为那你当初在一起就是我第一个做，然后从后。小东说，其实他要画图就好了，他如果要画图，画图。你说，把那个小别人家，他的账号密码，然后底图啊，他的底图都很高啊。你好。是你们的网址进我们注册了吗？叫永庆买六块钱，对，嗯。